各位大家好，我们在人间仙境，对，在我面前的是世界知名的，为什么变模糊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再来找我自己看看。哦，好，相机恢复正常。在我面前的是世界级的摄影师，他正挎着，这不算马步，是三七步，正在找着人间仙境。对，在我右手边是大树，还有夕阳。还有我们要住的地方，对，对，地上有很多石头，这些石头呢，绝对不是开玩笑的，这石头是绝对靠近苏必烈湖的石头。我们住在苏必烈湖的湖边，还有一些闲杂人等。哎，你们想要看目睹世界级的摄影师一面吗？错了，你只能看到半面。原来正面是不让人家看的，不是不给你看，是怕看的吓到你。哎，看到了吗？它一只又长又黑又大的镜头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还有什么。看到了没有？它有一双鞋。对，这就是世界级的摄影师，有一只又长又黑又大的镜头。对，它还偷笑。对，因为它是世界级的。好。就为这些报道到这里，你们看到那边有一条鱼吗？尼斯湖水怪的朋友，尼斯湖水怪弟弟，对，简称廖军堂，你有看到吗？哎，没有看到嘞，因为我的镜头突然模糊了，不怪你，这就是苏必烈湖，里面充满了漂亮的石头，还有青苔，对，好，到此为止，没有记忆体了，好，拜。